Yeah. I got black, I got white, what you want? Hop outside a ghost and hop up in a fan, I know I'm about to blow, oh, oh, when you done? They try to take my floor, I take their ass for ransom. I know that I'm gone, they see me blowing up, now they say they want some. I got two twin blocks, turn you to a dancer.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树，我又回来了。那大家也都看到了，这期视频的开头就是尝试了一些比较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不一样的风格，不知道大家看了还习不习惯。然后呢，主要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要来给大家回答一个平时你们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怎么做我的身材管理的。那今天这期视频我就会主要就着这些问题来给大家讲一下我平时是怎么做一些运动，然后包括我是怎么控制体重的一些经验分享。当然了，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就是我还会给大家讲一些关于我在运动的时候怎么去搭配饮食啊，包括诸如此类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都会在这个视频里来给大家做出解答。对，如果你对我是怎么保持身材控制体重还感兴趣的话，那你就接着往下看吧。一般我做运动呢，都是在家拿一块瑜伽垫就做一些简单的有氧运动，我还从来都没有就是说专门出去找一个健身房找一个私教这样去练，所以都是一些很简单很基础的一些有氧运动，在家大家就可以做。健身这件事还是要因人而异，那我平时比较爱锻炼的就是腹部和大腿，对，这是我两个比较容易长肉的地方。那腹部的训练我非常推荐的两个训练的视频是Zoe， 就是那个周六野他的马甲线锻炼视频和美丽芭蕾的。那美丽芭蕾可能就是强度会稍微弱一点，那 Zoe 的那个呢就会更累一点。那我一般可能就是早上来做美丽芭蕾，然后晚上跟着 Zoe 的那个做。那这件事情就一定是要坚持每天都来做。那像我一般就是比如说出去玩，比如这个周末要拍照，然后要露肚子啊露腿啊什么的，我就会更加的强度大一点，可能一天做个三次四次，有时间都在做。那接下来两个动作是我个人认为锻炼效果最好的，第一个要双腿与身体成为一个 N 字形，双手合并并依次往身体左右两侧聚够。那这个动作不仅可以很好的练到腹部两侧，同时对减掉腰上的肉也很有帮助。接下来一个动作要平躺在垫子上，腿往肚子收，然后向上伸直，再直着放下来，然后再向肚子收，这样重复20次。要注意的是腰一定要紧紧地贴在地面上。那大腿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亚洲女生都会被假胯宽这个问题困扰，那我也是大腿外侧比较粗。接下来这个动作呢，就是一个很局部的对大腿外侧的训练。首先先顺时针转30次，记住一定要收腹，然后再逆时针转30次，这个时候就真的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大腿外部的酸痛。同样的，你转圈的幅度越大，对肌肉的影响也越深。那在每次练完了之后，一定不要忘记去做一个很好的拉伸，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的肩膀是怎么来练的，其实我对于这个部分练得很随意，我比较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动作，双臂像要飞翔一样上下扇动，一组30个。其实这个动作基本我在任何空闲的时候都会做，基本上坚持一个月就能有比较明显的效果。那在这里我还是不得不说，尤其是对于一些女生的体质来说，就是光靠运动，因为女生可能体力毕竟还是没有那么的大，光靠这些简单的有氧运动并没有办法就是那么好那么有效的来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所以还是要管住嘴，这件事真的没有办法，除非你是超高强度每天汗流浃背的那种锻炼，你可以还是继续的想吃吃想喝喝，但是就是说一般女生这些简单的训练一定还是要搭配饮食清淡来的。就是比如说如果啊我这一段时间非常的想要瘦，那我可能就不会再去吃碳水化合物，就是米饭啊面什么的都不吃了，那要多吃蔬菜，然后肉类的话鸡肉鱼肉啊虾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也不要去吃那些太油的东西，比如说毛血旺啊火锅呀、披萨呀，这些东西
一定是要戒掉的。就是我就是有的时候会很崩溃，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一下子放肆了，我就是中午吃个披萨，晚上吃个火锅，明天早上吃一个巧克力的法式可颂包。就如果我一旦这样放肆自己，我会发现可能我的身材可能在不出一周之内就会开始发福。对，我是那种很容易瘦也很容易发福的人。对，所以我就是要是一下子松懈了放肆了，我一下子身材就会和以前变得不一样。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健身啊减肥啊保持身材这件事一定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要适应那样的饮食习惯，然后适应这样的饮食结构，就吃的清淡，就不要吃太多，然后每顿饭就是习惯少吃主食，不要吃那么多米饭，就渐渐的你就可以把身材维持在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上，然后不要短期内的过多放肆，然后一放肆你就容易就是再节制你就节制不起来了，那你就很容易就是一胖再胖就胖下去了。他已经聊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的东西了，我们就再来聊一下运动服饰的选择吧。今天身上这件夹克就是来自 Lululemon 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牌子都不陌生了吧，它是北美的一个还蛮高端的运动服饰的这么一个品牌。那我周围有很多很多做瑜伽的阿姨什么的都特别爱穿这个牌子的运动服，那我有一个阿姨特别爱做瑜伽，我就也会问她说哪个牌子的运动服最舒服什么，她就也是说就还是 Lululemon 他们家是最舒服最柔软，就是你穿上就是最感觉没穿衣服的这么一个牌子。然后他们家的衣服也是就是除了你平时做的这些运动啊做瑜伽的时候可以穿，就是你出去的时候也可以穿，就是他们家那种 legging 真的做的太舒服。我今天穿的也是他们家这个叫 Align 的运动裤，这条裤子真的太好穿了，穿上它的第一感觉就是你感觉你好像没有穿裤子，它真的特别特别的亲肤。而且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legging 你就上衣随便套一个你就可以出门，非常的日常，非常的日常，非常的好搭，而且超级显腿细。然后欧美有很多超模都很爱穿他们家的这一条裤子，包括国内的很多明星，像什么杨幂啊什么的，就是平时在机场很多穿搭都是他们家这条裤子，就是有多好穿，我觉得大家上网查一查都能知道，就真的不需要我过多说了，是有目共睹。那这条裤子真的很有塑形力，可以把我的腿显得更加匀称。然后就是我身上这件叫 Define 的夹克，我在微博也发了，这一件我真的太推荐了。这件衣服穿上真的很神奇，它把身材修饰得特别完美，是凹凸有致的那一种瘦，而且它腰身很精准，就是拉上拉链瘦十斤的感觉。我平常休闲也很爱穿它，就是最近穿很保暖，主要真的显得人身材太好了。那其实 Lululemon 这个牌子它想讲的呢，就是把瑜伽融入到你的生活里去，那也是我比较想要提倡给你们的一种减肥方式，就是你们一定要把就是减肥这件东西融入你们的生活里去，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速成的，就这一个月疯狂的不吃疯狂的运动就可以达成的，一定要去习惯每天都会有做一些运动的这种生活节奏，然后吃饭尽量吃健康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下来，坚持下来，然后你的身材也会变得越来越匀称越来越好，然后你自己也会变得更加正能量。现在双十一 Lululemon 他们家竟然有优惠活动了，那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一般是不打折的，就对于我来说吧，我觉得 Lululemon 除了贵就没有别的缺点。那现在他们的天猫旗舰店是在双十一的时候有一个满1199就减100的活动，那他们家的衣服其实都是大八九百这样的，所以买到1199还是蛮容易的，然后买到1199就可以减100块钱，还蛮划算的。同时他们还送给了我一个我粉丝的专属优惠券，我会在评论区放一个我专属优惠券的链接，那这个链接是有一个30元无门槛券的，就是没有任何要求你就可以减掉30块钱，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的机会的。如果你想去购入一些 Lululemon 的东西，不妨就借着这个机会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活动。那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我们下次再见吧。